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我说的。阿冲，你在干什么？不是红哥，红哥，不是你看见。佛公子，还好你来得及时。今天我定要了结了。阿冲，你太冲动了，红哥。 就这个，这不说话，不要乱，赶紧写。从此封笔，不再写画了，画这种画了。